天哪，分点打不出来。Hello， 谢谢云海送的糖果。因为我床房间我光你打光的不好弄，然后谢谢六六雨七送的巧克力，然后房间光线太差了，我发现把这个带上还挺好。谢谢离自闭送的嗨贝楚涵，你好呀。因为到我头上所以你看不见。Hello， 好久不见呀，你什么时候再来北京，我们一起玩呀。你发现今天装不一样吗？谢谢阿婷送的糖果。剩下你什么时候快来北京，我们继续。谢谢李子送的巧克力点亮片，我一直都有点亮片。小超你怎么不去六六直播间呀？啊，那没事没关系，我们都是好朋友。都是去我携带，对，我今天23D是携带送了。我本来想就是不想绑的，本来不想绑的，因为我怕影响公演，就是，但是我发现如果我吃饭了嘛，你可别尬我呀。然后，但是我怕鞋带被别人踩到，然后就摔倒嘛，我就还是下去绑了。你怎么变得跟我一样尬了呀？是谁告诉你了吗？是谁告诉你说你们吃上面会尬住的？镜头照着了。什么时候去上海？下个月的后两周中的一周，我肯定从还要去迪士尼，迪士尼看林娜贝尔，好像合影。睫毛肯定要涂，但是我睫毛怎么夹都不翘，我眼线一塌糊涂。没有人提醒我，我是自己借的。这个披风不是。怎么你的 CPW 倍之前也是有亮晶晶，可能它没亮，就是新公演之后今天妆跟之前有点不太一样。我有睫毛，那个棒棒糖有音乐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棒棒糖你要把含嘴戴上耳塞它就会震动，你要把门开，然后它震动，它能通过骨传导，你就能听到音乐，就你得戴耳塞，真的能听到，还有真自己听到。那个黑衣服觉得，嗨，你不要叫我琪姐，你叫我琪姐，我总觉得有点社会。你要多就是试试，下面还有开关，你一定要把它打开。反正那个皇冠后面太大了，我做这个肯定是我自己画的。谢谢六去送的糖果，你们发的东西发好快啊，发的吗？倒没有很冷，很冷，只是想用这个袋子弄个光。电台我都忘了这回事了，咱明天见，可不要卡呀。这梨子碰送的玫瑰花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我现在吃的这个，是爱生活爱去送的，要么是这个锅巴，秋香推荐给我的。那当时我因为我从来不吃锅巴，我因为不信，他说他一天能吃掉一罐，然后我买了一罐过后我真香了，真的太好吃了。这个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锅巴，你们一定要去买，真的很好吃。减肥，我明明看着公演镜头他不胖，就是为什么拍出来反正就很胖，可能我这确实我真的胖了，公演镜头也很胖。有这个恩，谢谢云海送的万圣夜，谢谢云海送的万圣节，祝你万圣节快乐。然后吃东西啊，不是，就是祝你快乐开心，然后每天就要都要快乐的过每天，然后生活上要一切顺顺利利的，祝你开心。谢谢送南花的月，祝你快乐快快乐乐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然后每天开心。小超，你为什么会找子熙呀？不是带货，我是真心推荐给你们的。粉丝已经，我看到了。我就是辣的，反正是头像推荐给我的。
你失宠了呀？约定呀，你们什么约定呀？你们什么约定可以跟我听一下吗？这不是外套，这是个披风。夜蝶的约定？什么夜蝶的约定呀？他好几次都没有去六楼那里了，他是不是已经转推了？小超，这未经世界送的糖果，你们为什么要说他抄我抄呀？我没有冷，我不冷。你去了，你去了，我真无语啊！还要跳夜蝶，好呀，你和小超一起跳吗？对，就是贝尔，尼拉贝尔的、你和小超一起跳吗？魅力好大呀！给六楼送完再看我，呵呵。他可是要跳夜蝶，他可以和小超一起跳吗？可以来我手绘现场跳吗？你们期待吗？期待小超和子熙跳夜蝶的，可以把期待打公屏上。不会呀、嗨，看大家都很期待，他自己也很期待，他自己也很期待，子熙他自己也很期待和那个谁小超的跳夜蝶，这太可怕了！哇，还没到十一月呀、啊！我今天发工资，小超要个夜蝶，你不用送了，你送这一个就可以了。谢谢小超送的夜蝶，祝你生活愉快，天天开心，工作顺利。然后你给自己其他钱，你可以给自己多买点好吃的，就不要耽误你自己生活呀，小超。祝你生活万事如意，天天开心，然后可以不要那么尬了呀！我笑死了，生日礼物真的过了，你看我又看了一下，为什么？我要吃锅巴，这香哥推荐给我的，真的很好吃，超级 CP， 你们可要一起跳夜蝶呀！招生大概是12月18日。为什么是安卓呀？我现在过去两个月了，但是你可不要再送我了呀，我有点害怕呀。我们是在楼下便利店买的，我可有点害怕了呀。谢谢小超送的夜蝶，谢谢你小蝴蝶给你比不同的心。我可没有，祝你天天开心。我没得还一次直播，大家不要误会，我就觉得很好玩。这是薇娅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你不会是送给子熙的吧？我和小爱，我小爱怎么可能有 CP 呢？但是我之前，你听谁说那个，我们俩叫神器。我的头发已经开始变绿了，谢谢宋成员送的糖果，谢谢。他们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为什么要送我夜蝶吗？是他和子熙要一起跳夜蝶，他们在我这里的一个见证礼物，就是送给我礼物，然后见证他们俩一起跳夜蝶。你可不要把你的真名暴露在直播间呀，太甜了。对，吃甜啊。真的吗？很甜吗？你们可不要逼意了呀。我不会粤语，下次一定夜蝶。完整礼物，这就是完整的礼物，我可不会说漏嘴呀。哎，你看他也来给我送夜蝶，来见证他和小超的要跳夜蝶的这个，哎呀，太甜了 ，TTL， 谢谢子熙送的夜蝶，谢谢你啊，子熙，祝你和
小超夜蝶顺顺利利开开心心，然后也希望你的学习加油，然后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。太甜了。太甜了，对，好好学舞，然后好好学夜蝶，到时候给大家一起看一看。双双恢复了，我不要跳夜蝶呀，我不跳夜蝶，下次一定。我不能和他们一起跳呀，等他们去金曲过后让他们跳。对，你们俩好好学习舞蹈，你们好学。你已经不是小乔的唯一了，直接删了这些不。你要想到你可以加入，藏到我这里藏了很多队了，我是牵红线的，你们可不要让我牵到红线啊。我开不开心？我挺开心的，还有十六人呢，相亲频道，你可不要再叫我琪姐了，琪姐真的听起来很社会。吃了锅巴，你们可不要 KY 呀！原剑神是什么？我没看过，你们可不要再 KY 了。你买好了是吗？哦，吃鱼更社会了，我控也挺好，谢谢。齐总，那也很社会，我觉得齐姐很社会。端午谁和谁啊？对，是锅巴。我可被附死哦，红娘一次好了，我不是二次元，我们不懂。你可不要带我呀！真的看起来很社会，就比如说，好像。因为我比你们，我可能比你们小，可能吧。你都叫我琪姐，我不干了。对啊，我觉得我这没之前干了。我本来就不是夏天雪送的荧光棒，我真无语，不会是个白粉。你们一定要去买这个锅巴，真的很好吃。怎么弹幕突然变快了呀？也有粉送我糖巧克力，就是看一下，能说他的商标吗？无名小翠，还是小翠？应该小翠吧，挺大的。你再说一遍，你说，命大姐，你说吧，还不是你的送，这是我的，这个栗子虽然它没有那种裂痕，我得把它咬开，你知道吗？那很好吃，原味的鸡精好吃，这个红色的好吃。我可不要当李佳琦那样子，我可不去卖货呀。但是我看过这几天，我看过李佳琦的直播，但他东西还是就算那么便宜，我也买不起，算了。然后他就打开了，所以这但是我也没有呀，用不上。手掐空一点的糖果没有指甲，谢谢又再送糖果。什么最便宜？你可不要尬我呀！救命啊！救命！那你快去写。我没有吃壳，我就这样。有些地方是开壳，在这就没有开壳。我没有指甲，我掰不开。他要尬人呀！你们快阻止他尬人。挺甜的，然后觉得刚炒好的那种很热的板栗好吃。不让我看，那你别写了呀。我觉得你就这样吃的呀。这些元气小区送的，这热量很高吗？我又要长胖了，但是我觉得
秋天真的，你不吃那种碳水的东西，你会睡不着觉，你会心情不好。谢宇轩送的荧光棒，气氛组，你可不要再尬了呀！怎么说你就得杠我几句？就是卧室会不会？你们可以到时候跟我卧室会聊天时，你们可以记住我跟你们说过什么话，并把它写出来吗？你看，这是一个这个，我得4-5个，相当于34碗大米饭。我米饭都不吃的，我已经很多天没有吃过米饭了，可以补上吗？就算补上吗？发那种栗子也可以，我可以给大家炒栗子。我看过，那超话看见过，写栗子哦，不写瑞。这个闻起来像是坏的，尝一口。我可能会去看，我没有3年没吃米饭，几个月吧，很少很少吃，可能一个月吃一次。觉得我特尬，谁写的？能不能把我的语气什么写进去，不然真的会显得我很尬。好炒栗子。六六他其实比我还就是吃的多，但是他只胖了2斤，我胖了4斤。我记不住了，我真记不住。我可没有硬找话题，谢谢阿姨比我送的恶魔头饰。我之前我的曾经是尬姐。但我现在不一定是呀，真的，而且我胖胖脸上，我真无语。那本来就是个尬剧视频，还什么我就很尬，大家都很尬呀。学校管严，为什么？因为疫情嘛。反正现在尬姐不是我，那个视频本来就是尬剧，你们不懂，胖的不好看。我那上次跟我说，就是你不要老是想着节食，你该吃就吃，胖了没有关系。然后我就说，胖了不好看呀。他说，但是你在长身体，你还是得吃。我就是得长胖是正常的。然后我说，胖，我说万一胖了就没有人喜欢了怎么办呀？为啥每次都画这么大？因为胖了不好看。你这个粉丝滤镜的，到时候我如果真的胖，我就上公演3-4层双下巴，很像。然后，如果我说假如，然后不要尬我呀，又不好看，我可不要胖，我不要胖。那本来就很尬的视频，是原来我看到若隐若现双下巴，但是我双下巴一直是存在的。比六重刺，比他重两。明明是俩，不好看，你确定吗？这样，8层都没关系，我可不要这样。呵呵，那个比我高，双下巴，哎，我的双下巴。其实我这样子面对你们，双下巴看不出来了。要是吃侧面，有些时候这样，就隐约会有，就是这样。我有，看见个人镜头就知道了，还是板栗。你可不要把我们给吃了呀！我不是挤出来的，但是你看，别发超话呀！那你看公演镜头上就有，真的有。我觉得冬天吃完挺好的，真的有，你去想看。我可能第一排的人都看得见，该发之神的奖章，你真会说话，你可不要发朋友圈呀，不行，哪都不能发呀。你截图，你为什么要截图？你这样是不行的，就不要截图呀，挤出来的。但是我公演上真有，我就知道我家你们叫截图，你们为什么会没有微信？不，我是不会给你们那个，
我不上直播没 KPI 了，喜欢的歌曲没有啊 ？TWICE 的歌都挺好听的，不能吧？我不想比心，比心。谢谢守护骑士送的恶魔头饰，有哦，直播有 KPI 的，放下吧，干啥了？那我怎么不小心退出去了呀？手滑了 ，lucky， 好烦。我没有叫哦，我差点以为你说我叫你们宝宝，我是不会叫你们宝宝们的。我们没有抖音和小红书的 KPI， 到现在都没更了。没有口水我就乱下力。今天的秀，这是 Homie 太呀！我要叫你们什么？让你们子民们不太好，我开玩笑，叫我的女儿们，我的儿女们，你们是河马家族，你们是河马家族吗？不要撸，可不要尬我呀，我是你们的。不是真正的妈妈，就是，哎呀，你不要叫老了，你们这样，哼，你们随便怎么叫吧，你出去也没有人会觉得我是阿姨，你怎么办？你是河马家族的，不行，琪姐太社会了，琪姐。像社会，哎呀，我小的时候就是，你们家说我阿姨或者什么的，都没人会信。呵呵，七姐太肉麻了，你可不要叫我七姐姐呀，七哥也不太好听，你们还是不要叫我呀。这样啥？那是个胶水，发胶。嗯，太尬了。脸饿了？为什么？徐老师，挺好的。你可不要尬我呀！你那是说叠词的，太尬了。金毛，我头发是绿的。你们说我要不要去染个头？谢谢魏七师爷送的糖果，因为我觉得绿色头发不好看。双十一买什么我都不知道，双十一去染头便宜吗？还真的变绿了，染黑的话染不了其他颜色，还用脱。不喜欢绿色，我还喜欢蓝色，还是喜欢蓝色，但是我发现了。我这个蓝色就连公眼上哪里拍照都看不出来是蓝色，说实话没有一张看起来像蓝色的照片，粉色太夸张了，棕色可能显老气，我给你们讲。那好吧，我先不染，我拿掉看看最后断了什么颜色，还是不短了，有两半个月了。我的蓝色这个蓝黑其实没啥好补的，我姻缘的就是蓝色，我喜欢浅一点的蓝色，但是可能比较夸张，渐变算了吧，这太夸张了。没有，你看有光的，稍微有点光，它就是绿的。光眼它看起来就是黑的，就像是人家有刘海，而且它长得就很好看呀。
好脏的说你们也会说你也长得很好看。因为饿了呀，所以一直在吃。必不瘦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瘦不下去了，我可不能吃了呀。然后是个披风，跟其他迪士尼，然后有一个这个手套可以进去。黄金都完全变金了，张子杰那个紫色也完全变金了，他们的时间更短。就是迪士尼的琳娜贝尔，谢谢大家送的荧光棒。我的皮肤，我的琳娜贝尔皮肤，什么怎么蹲到？你说这个毯子是不是我去买的？我这，你们没有，我有。你们可不要羡慕呀！你可不要羡慕呀！哎，我感冒，就是日常吸一下鼻子。怎么买呀？你要去迪士尼才能买呀。只要拿上你，哦，你是来向我的粉丝们、单身粉丝们炫耀吗？我单身粉丝们，你们可不要，可不要单着呀！祝你们双十一。祝你们双十一能够脱单，我双十一我就看看能买些什么了。伤心，你为什么要伤心？皮肤不能抢我的皮肤。CPDD， 你们那种有意者可以互关一下你们的口袋四八账号，就是有意者。脱单了，没人找我玩了。不会的，那你们脱单了还会来找我玩？哎呀，太烂了！现在呢？嗨，好了。终于好了，为什么会卡呀？这个网不行呀！哎呀，不知道是我网不好，那应该是我网不好吧？那你们可要怎么说呢？你们可要谨慎脱单，我要吃锅巴，不然没人找我玩了。还是人家卡，我没有故意弄卡吃什么饼干，我不弄卡我。其实你还没有夸我呀，太又卡了，怎么会这样呀？你确定卡在了可爱的很，我把 WiFi 给关了。现在呢？现在也卡，奇怪吗？夸了，他不卡了。你们还是不要脱单吧，犯偶像多快乐。我也要去换犯偶像。对呀，不脱了。小超为什么不去看六六呀？祝你们生活愉快呀。我没有嘛，我只有一个妈妈。这回我换成流量了，没有用那个 WiFi， 现在不会还卡吧？他为什么今天兑现了呀？他不是说下个月吗？两个手机，那你得买两个手机，那不卡就行。
一个月一个，下个月继续，下个月继续，他是要下个月给六月继续吗？我的生日礼物提前放哦，你是说明年的生日礼物呀？我还以为是今年的呢。下个月发工资给我送九点来着，没有没有，大家可不要尬他呀。流量，因为我们早就换套餐了，虽然他又卡了。我真无语，流量也不管用了，为什么呀？那我，那我可要下播了呀。那这是反正，那我可要下播了呀。不要走，好吧。好多人说话呀，你们话可不要比我多呀！你去看六妹妹，好的，再见。七国偶，不卡了就好。谢谢夏天的雪送的99个币对荧光棒，祝你天天开心，快快乐乐，开开，然后健健康康，平平安安，美丽动人。七我爹，凭你这句话，那我不走了。我要假装卡一下，等会我可能会假装卡一下。我假装卡，电台明天还是明天？今天没有借平板呀。谢谢云海送的7个荧光棒，我要假装卡，会真卡。哎，对啊，今天好多，我今天喊我名字的好，前面几乎都是女犯，我要假装卡掉，现在还没有卡，女犯群为什么要看女犯群？我们下个月再见呀！谢谢你送的荧光棒，怎么才能就是让就是卡的？让你们比较幸福一点呢，是幸福，就是相信服从的那个幸福。我可要开始看，是卡的让看不出来的那种。一般我卡是什么样子的呀？是表情包吗？河马大家族，别眨眼，你让他。哦，那你还把音乐暂停呀、啊？我都忘了这回事了。那这个不太好办呀，一顿一顿的，是都不会一顿一顿的。啦啦啦啦！我将在10秒钟。之后卡掉呀，10 9 8 7 6 5 4 3 2 2 1，再见。好尬呀，尬不下去了，不尬了，不跟你们尬了。谢谢荧光棒。我可没有偷听，你没听到声音的。哎呀，什么都瞒不过你们的那个怎么形容？火眼金睛。你们好烦呀。你这叫无情的戳破你们的偶像，谢谢残音送的
77个荧光棒，祝你看公演开心，快快乐乐每一天，然后少一些烦恼，多一些快乐，然后祝你心想事成，然后一切顺利。哎呀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生日，关于生日公演，就是上海的那种定制的全场生日公演是怎么样才能拥有呀？肯定没有这首歌呀，都是很久之前的歌的拼盘。那没事了，我不会唱歌呀。原来是这样。女犯中间剧，我的女犯在哪里？我有给公司提这个，我今天跟我老师提了一下，我想知道，就是我就是北京嘛，北京就大家都可以办生日馆，我就想我就能不能办一个全场的那种，还在问呢，但是还要给我们的负责 staff 说一下，没有 MVP， 我只是问一下，我来我也不是 MVP 呀，他能不能在北边办一个？对呀，我在想，我得想好，我还得想一个，你们可不要把这个地方录屏啊，我得想一个措辞去跟他们谈谈。我女伴肯定有10个，在直播间都有10个以上。对，虽然这个要做手准备的东西可多了，到北京。那大家可以来呀，哎呀，现在好像没有投什么 MVP 什么的，我反正问一下，我可要申请呀，你们一定要来呀，你们一定要来呀，我烤全羊还挺好吃的，你可不要请我吃呀，想见那你就来一空间呀，你不来一空间怎么见到呢？12月18日应该是。不能翘课，你们翘课的还是看回直播回放吧，看直播放千万不要翘课，千万不要翘课，不要翘课。我好像出道到现在只在那个什么剧场投票拿过一次第一名，我希望不要有期，如果有期我可能就会延后了，如果到时候大家不能来的话应该可以改期。12月18日，到时候你对啊，你们一定要穿很暖和的过来。怎么呢？不投票，对我们这不投票。我当炫耀了一下，我也不知道，在国外呀，你可以坐飞机回来呀。我们北边不投这个，没放假，差不多过你们已经过寒假了吧？你们要头上耳朵。口罩什么都要戴着呀，你不要给我乱取名字呀，下个月应该会来的。对，赶紧去问呀，那我从现在我就要开始准备了呀。没有鼻涕，你们可不要不来，别尬呀雨轩，没有放假，还在期末的那天是周六，到时候我看看疫情能不能缓和嘛，反正就对。当时是4号、11号、18号和25号选，敢不敢啊？可以，但是你太尬了，没有一般应该没有，就是能出来，你们来吧，我们这里又不是中高风险区，真的，冬日是我第一个舞台，没想到比我后面的。这舞台还累的，小超你可不要尬我们呀，你应该把我的粉丝们宠坏，而不是来宠坏我。把被子，你裹着被子来看公演，还在做核酸，就可不要，不要让那个医生捅，就是上次捅鼻子太难受了。
对，读音怎么了？你不要尬我。不会有考试什么要求？对，你要看地区，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会好一些吧，还没到十一月呢，还没到十一月，希望大家安安全全的。我很热情，我很热情吗？这不是回放，这是直播。你不会要捅鼻子吧？新号没我吧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们就不看什么新号。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，你可，我鼻子太难了，捅鼻子好像就是下面要吐血的感觉。热情的沙漠，我是热情的沙漠。有心那没事儿，那还挺限制人的哈，就是那种就是你想吐血的那种感觉。我那叫客套话，知道吗？客套话，这样显得我很热情。你是假鼻子，真的假的？你让他轻一点，这是八十几，没有进水的感觉，就是那种吐血的感觉。我没打疫苗，因为我是未成年，喉咙还好，但是有时候医护人员他那个捅喉咙特别粗暴，还是很疼的，流鼻血，也没有这个意思了，真的假的？可不要走了，来都来了，想打喷嚏，就是你感觉整个人都升天了的感觉，也不是有血味吧？你们现在可以拿一根，算了，是不要拿面前。等你们有机会去医院，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，就是捅鼻子的感觉。鼻子不是鼻子吐血，是你感觉吐血的感觉，就是非常的难受。好的，你可以努力了呀，真的很难受。我觉得还是喉咙比较正常。没有打疫苗，有。真的喉咙比较好一些，捅到后了，这也太那个，你喜欢被鼻子，真的假的？他真的很奇怪，不，你会感觉鼻子也是被那种，就是也是很空的那种感觉，很奇怪。晚饭，你说一公斤盒饭吗？喉咙也觉得他有时候使劲了就不太舒服。公斤盒饭不是公司订的吗？做核酸 ，Oh no！ 可不要捅我鼻子呀！你想象一根很细的牙线从你的鼻子这么穿过去，你想象那种感觉？求求了，你怎么要求求了？你是上不了班了吗？眼睛，这个好可怕呀！你是什么医生呀？乱脚，他可能会这么两边动一下，你们可不要被捅鼻子呀，对喉咙好一些。对，每个月都要去，你可以来看。就要说，你假鼻都快掉了，那你这个假鼻子不太好呀，质量太可怕。烟气，有些地方要鼻子，看你们围坐在桌子旁边什么时候？你说那个一空间那个凳子吧，凳子旁边。晚饭都是。公司订的一空间盒饭，一空间盒饭 YYDS 不血腥，没有血的，不去北京，你去其他地方也会做的。有些时候，鼻子连通眼睛，还连通了脑子。你这么说，我感觉我鼻子好重要呀。上忘了，没钱多少钱？你在骗我吧？等你有机会，你就会做鼻子了。捅鼻子哦，那个应该很早就是捅鼻子吧？那不就在家里小心，你们家社区也要带你去做核酸，你自己捅。明天要上课呢，明天还上课，我真，明天下午上课，明天我们要换，就去学新公演。我下周幽灵场，我还就是我们毕设会大概还有两场就进去录了，最后一场我肯定是跳 IU 的嘛，但是还有一场的话，我想。我插一首浮光我就神龙了，但是我声唱实在声唱不了呀，我怕丢人呀，就真的声唱不了。然后我又觉得不太甘心，因为插这首就神龙了，真的浮光两个人也可以，
因为没有音源，我自己录没有，我们没有录水给我录呀。而且本来就唱歌，然后我去录还得花钱，而且是去外面录，还不知道在哪录。我身上，我真的怕。哎妈，练习这不是一个练习，不是一回事。练习你可能私下唱的还行，但上台你就会突然紧张，唱不出来，真的会这样，唱不出来。就连会唱歌的前辈有时候也会这样。遗憾呀，有点想去，不光我唱这一首就千秋乐哦，不就神龙了。翻车，他们声唱，我想去录，但是录又要费时间，还要花钱，几百块钱这样就没了，这个可不能乱花钱呀。还觉得想神龙呀，你说半开麦吗？半开麦也不是不行，可以问问。我唱歌得练习呀，谁没翻车？今天唐生辉和张志杰没有翻车吧？他们俩唱歌都很好的。太甜了，你们千秋乐可以，你要来看呀，不然就到彼此公演就没了呀，这是一个遗憾。千秋乐下两周到时候会说的，你们再不来看就会看不到了。千秋乐反正就到时候会可能会今天说谢谢你送餐员，谢谢送餐员送的万圣夜，谢谢你的万圣夜。希望你万圣节快乐，然后像你的鼻子可不要有事情呀，然后希望你工作顺利，然后天天开心加油，然后吃好喝好睡好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黑猫警啊，什么黑猫警？对，千秋乐和新公演之后才去上海，他都没有五场，四个表情的语言，这是哪四个？鼻子先生，不用谢。现在上面弄吗？录啥呀？没关系呀、啊，你送我两个 AD 等于三个万圣节礼物了。怎么又卡了？这做个假的，做鼻子不都是做假的吗？哦，是这四个表情呀、啊，那我学到了。卡了，现在卡还好吗？马来西亚疫情也不太这么好吗？没有啊，我在尬他，我可是在尬他呀。我是十二点可要下播了呀。我打过这四个，我是猜的是那四个表情，就是结果真的是那四个表情。那不就现在，那可就到了呀。回不去，那就在北京多玩几天呀。这么快，我播了有一个小时吗？我上次直播56分钟，差四分钟就一个小时了。你们可要提醒我一下呀。没有啊，那还差多少呀？谢谢守护寄送的恶魔头饰11分，我以为我都播了一个多小时。练习些舞蹈，练习啥舞蹈呀？除了最近可能新学校生日公演，然后去上海之前去要参加三角函数，到10分，也不是按小时计算了吧？是我有那个强迫症，知道吗？我有那个强迫症，就是那种直播强迫症，你得不到那个数，凑个整。哎呀，你怎么就让他到01分了呢？这样是凑不了整了呀。上是我在哄你们呀，明天12点不必要。三角不用学，我肯定不换站位了，不会又卡。我没有彩排的舞蹈呀，20，我没有点外卖，我不吃外卖，我也不知道吃什么。假装不到01分，没关系，我到1点，不，哎呀，你这么一说呢，更强迫了。播到1点了，我就要开始尬了呀，我就会尬住。我的话，我是个非常文静的人，我的话比较少，也不说还没吃饱吧，就是吃了些小零食垫了下肚子，我觉得这只是垫了下肚子。你气也很强迫症，我觉得10分吧。我不会尬你们到时候都看无聊，都退出我的直播间，下滑了。
学生面子。哎，我之前当学生的时候，我可是7点就把手机交给我妈妈了呀。那个时候可能都没有人直播，虽然那时候我没有口袋四万，喜欢尬的。你们现在在我直播间，你说喜欢尬人怎么尬，我们都会陪着你。等我到时候，我的弹幕就只有一两个人，嘻嘻大说呀，很尴尬呀。我可不干呀，干不了。什么在跟我直播？还有谁在看我直播但是没有说话的？你可以吱一声吗？不能吃完，我可以留到明天吃。快喝完了，气氛。哎，还是有啊。那你们为什么不说话呀？你们为什么不说话呀？很尬呀。你们可要说话呀。我不回你，我都在回，可能有些时候我回的是你们，但是你们不知道我在回你。你们为什么？难道是不想和我聊天吗？你们刚刚说话的人可以先不说话吗？让他们说说话。哪个在那里可以给我投票呀？哦，你复习教资，那你可以好好复习啊。我要去跟成员连麦，我要告诉他们该熬夜的危害，让他们赶紧下播，然后我再继续播，然后我这样我的 KPI 比他们强，我就播的比他们强，偶像内卷，卷死他们。我现在就要去跟黄一次说，哎呀，这么多人都在连麦呀。哦不，这么多人都在直播呀！拒绝了我的连麦，去找张世杰那我卷不了他们呀，那我可比他们先下播，然后比他们早卸妆，比他们早睡觉，比他们早敷面膜，然后我的皮肤比他们好，然后我下次就比他们上个月比他们漂亮，卷死他们。
我等下我去看一下群里怎么说话的。我12:30下播吧，不能弄好，去卷一下别人。他可不要不接受我的连麦邀请，他没有接受，还是没看见。我在等待他的接受邀请，他不接受算了，我要去找别人接受连麦了。陈真怎么没有直播呀？黄一思在唱歌呢，他肯定不会接受我的连麦。我真无语，好烦呀，他不尊重我，他不尊重他的姐姐，太严了，他不尊重他的姐姐，太过分了。妈妈上个那没事了，重新进一下看看卡不卡，呵呵，我们刚讲完了，明明是为他身体着想，他这样想我。灯开，怎么能这样说我？再连个谁呀、啊？连周香吧。周香，我挂了，尬住了。今天抽 iPhone 13，你们想抽 iPhone 13吗？我们换一个吧，我们不玩这个了，算了，卷不起来。我们北巴从来不内卷的，知道吗？我北巴从来不内卷，看到没有？我刚刚给他证明了，给他证明了，北巴从来不，还又邀请我接受连麦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娘送的万圣节礼物，祝你万圣节快乐，然后不要内卷，然后开心快乐每一天。他面膜，他向我借面膜呀，他向我说借面膜，那我可思考一下。我有一米。那只是一个随便的祝福。你要不然两个牛，那你帮我把这8块钱给了，可以了，谢谢。双十一就像他双十一买的这个面膜，我在他之前买的。那我算了一下账，其实差不多。我不连了，我觉得会尬住。就是我已经被反杀两次了，只有张志杰认真的听我说完了全部的话。我要去感谢一下他。不要卡呀。
分钟，我就能多收一个荧光棒，然后卷死他们。谢谢云海送的荧光棒，谢谢金奶送的荧光棒。他表情包可以截出来给我看看吗？谢谢七家小男送的荧光棒，谢谢棒的南瓜，南瓜棒棒的南瓜的三番送的荧光棒，谢谢松山也送的荧光棒，你们好荧光棒，谢谢骑士送的荧光棒，谢谢 IBORN 送荧光棒，谢谢旁边还有可爱的朋友送的两个荧光棒，哇聪明啊，谢谢好听一送的荧光棒，谢谢云霄送的荧光棒，谢谢月太阳年成飞送的荧光棒，谢谢魏景，谢谢送的荧光棒，我的语速好快啊，谢谢未来送的荧光棒，谢谢小超送的荧光棒，谢谢欧鲁送的荧光棒，谢谢2021-00-23送的荧光棒，谢谢送的荧光棒，谢谢荧光棒呀，谢谢蛙灯补送的荧光棒，不行呀，要往下播。谢谢山连雪送的荧光棒，谢谢大家的荧光棒。68天了，那你就被踢了吧。谢谢荧光棒送的聚聚们，谢谢你们统一的名啊，我可以知道了，我不用叫你们儿女们了，我叫你们聚聚们。棒，怎么能说是骗呢？这是他们自愿给我。谢谢2021-03-22送的荧光棒。我12:30下播，这边好了，我12:30他们都不一定下播呢，那就准备他们晚下播，我的妆就多带一分钟，也是比他们漂亮。我唱不了 rap， 我可以去读书。如果一句话的粉丝给我送来很多荧光棒，你小乔，真的假的？我怕尬住呀，好久没有，也不能说好久没有联系。我怎么跟他说话呀？我社恐，说早点睡觉。哎呀，怕尬住，我有点害羞。是要合作，到时候再合作。现在该睡，你到时候你们可不要冷场呀！我不想去卷天，我想就被卷尾巴。是有联系，但是你们可不要让我尬住！哎呀，哎呀，真棒！我让他早点睡觉。试试吧，我去看一下，他没有直播，小乔没有开那个连麦功能，之前没有开过。谢谢 Blake 送的南瓜派对，这南瓜派对怎么没特效呢？口袋四八怎么回事？谢谢 Blake 送的南瓜派对，祝你快乐每一天，虽然没有这个特效呢，也祝你的生活和这个特效一样多姿多彩，天天开心，快快乐乐，然后学习加油，然后记得吃饭，可要多穿衣服呀。他关连麦了，大乔也关了，没理由让我爸尬了。到时候 B50 再联络感情，到时候对。你这有，我这没有，不连了，我也要关掉这个连麦功能。我等我下回我就要去关掉它，防备了我尬的这一手，特效被我尬住了，特效可不要被我尬住呀！两对双排对啊，我们四个要一起跳好友创可贴，你们可以支持一下呀。谢谢2021-03-22送的巧克力，什么超创可以怎么跳的，怎么唱的来着？一起旅行，哦，很帅气，我们是帅气。小爱同学，播放好友创口贴。没问题，
到我们一起欣赏好友窗口贴吧。夜蝶今年没有这个选曲呀、啊，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挺想选夜蝶的。夜蝶要看子期和小超呀。这首歌感觉全是那种大动作，明年再说。对啊，有这首歌，这首歌还挺可爱的。其实当时我觉得第一次听还挺好听的，这个有点装，不是装酷，就是耍酷的感觉。什么视频、啊、我毕业五年结束，你就要想到一起跳一碟了呀，你们记得联络一下。对，这很早之前的歌。我太甜了，为什么我不跳呀，我不跳是你们俩的约定呀。谢谢你啊，班长清酒。这首歌还蛮开心的，就是让人开心的一首歌。你们可不要把夜蝶割了呀。慢版真的吗？那慢版一定是抒情的吗？抒情版的我觉得应该还是挺好听的。我这个好像有点，但是服装到时候不知道是穿哪套，就是我如果是之前那条，我觉得我梦慧跟我说她跳过这首歌，我还去看了啦。陈丹待会儿再卷吧，她刚开播呢。听说女神她挺久的，我当梦慧说她也跳过这首歌，我还专门去看了她的舞台。她那个时候好可爱呀、啊，她那个时候好像也就16、17岁，很稚嫩。有个很稚嫩就很可爱，眼里有光。不是比有人，他是在优堂跳的。我现在他刚开播，我要去卷他。卡了。他那个时候他真的很早，哎，咋回事呢？连上了吗？连上了吗？没看见陈真真呀、啊、请求读取失败，卡了，那怎么办呀？现在怎么办呀？我怎么黑了？我刚刚黑屏了，来了。我12:30才下播呢。子期你要当榜一，我可没有跑呀。谢谢夏天雪松的荧光棒。我在连他，那没有同意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地上没有书，刚刚他爬了，让他爬了，我刚刚他爬了，
我没有输呀，哎呀，我只在张志杰那里赢了。谢子熙送的十个糖果呀，谢谢你十个糖果，谢谢，祝你天天开心。我觉得我还得再去感谢一下张志杰，你们觉得呢？谢谢棒打星辰加特棒打送的三个糖果，祝你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谢谢骑士送的玫瑰荧光棒，谢谢六雨送的两朵玫瑰花。算了，我不能去找他，他等会儿，要是又说自己傻怎么办？哦，刚刚陈真说我傻，刚张子杰说他是说他自己傻。你操！谢谢魏晋事件送的四个糖果，祝你开开心心，快快乐乐。谢谢2021-02-23-24送的荧光棒。哎，三个都下播了，不去卷他们了，不去卷了。反正最傻的不是我，我可没有自取其辱呀，我都是跟大家正常的交流。我才不要去感谢陈真真，他把我反杀的片甲不留，遍体鳞伤。对，就是蚂蚁之学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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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啥成语。谢谢欧子送的万圣夜，谢谢你的万圣夜，还有一个是不是？谢谢，他榜一没了。那万圣夜和那个还有一个什么万圣什么，反正就祝你万圣节快乐。万圣节希望你不会被那种诡异的南瓜给吓到，然后多吃南瓜，多睡觉。对，万圣夜不要遇到被搞怪的孩子。仔细的榜一没了呀，算了，你们榜一榜二可不要内卷，我还没有尬一呢，我不去尬。南瓜，因为万人不都是南瓜什么的吗？粉丝内卷，你们可不要内卷呀！虽然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，但是你们也不要内卷呀。哼，那你不能躺平呀，你要做一个有目标的粉丝。小超发话了，他给他的 CP 发话了，下次再送。我可没有预谋呀，你可不要尬他，粉丝内卷，大家不要内卷呀。没有特殊公演，顶多换一个服装，好像是换万圣节服装，但是不知道换什么呢。越来越会了，怎么可能？我就是正常聊天。要小超 CP 是子熙。就那个力争榜一的粉丝没有，就那也不能这样内卷，对吧？一等级好低，那你可以多说说话呀，多说话说不定升到二级了。难怪没有这个东西。B50，那你可要加油呀！你和你的楼下一起加油。人家默默有 CP 了，大家可不让他再卷了呀！不要躺平呀！哎呀，到时间了，时间怎么就到了？三点半了呀，我可要在三十一之前下播呀！再见。谢谢云海吗？是云海吗？送的啥来着？送的礼物。谢谢骑士送的，我得赶紧下播，再见。